靠麻辣来减肥。麻辣。嗯，我们不是去吃过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还有六月嘛。对啊，还有谢金燕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对对。对啊。他们几个每天都缠着我，真的很烦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缠着你干嘛？听说六月和谢金燕为了我大打出手。不是，不是。我觉得你是虚胖。我不是虚胖，我一次可以搞定好几个女人，要不然六月和谢金燕为什么为我大打出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应该觉得我身体应该不错吧？我不知道啊。什么不知道？我跟你又不是很熟。我听说啊，最近有一个人常常约你去跑步。不是啊。谁啦？这个这里不能讲，因为我旁边太多人了。终于轮到我了，就先选个号码。我那我选六咯。哦，你好强哦！哇，这个就厉害，到我的心坎里了。这个题目用在他身上，花五十分钟的人都不会讲，都不会讲。谁会跟你讲你好强？你呀、啊，你忘了吗？我记得，我已经记得。你好强哦！来，当个谁？还有那个锦绣的锦纹，对啊，那个锦纹，对对对，是我们这次去认识的。对对对对，哎呦哎呦，你们还有联络啊？这么快啊？现在他们几个女生每天缠我，缠得很烦啊。你会不会想太多了？我觉得你想太多了。哪个颈纹啊？这么瘦小，你都下得了手？被那么熟啊？天天在打呢。喂。喂，颈纹。嗯。起床没啊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听不出来？你是谁？我是温。叔叔，你怎么叫我叔叔？你太过分了。哎，电话好奇怪哦。什么？你的电话声音好奇怪哦。没有，因为我现在在阳明山上。现在？对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在文化大学看书。你笑什么？我其实我是个很有文学素养的人哎。我一直在看书。不，我跟你讲，言归正传了，因为我最近想要一直做那个减肥。其实之前减肥。靠麻辣来减肥。麻辣。嗯，我们不是去吃过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还有六月嘛。对啊，还有谢金燕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对对。对啊。他们几个每天都缠着我，真的很烦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缠着你干嘛？听说六月和谢金燕为了我大打出手。不是，不是，没有啦，因为我旁边有一些。旁边怎么会有人在笑？没有啦，因为我旁边有一些我的歌迷。大概有好几个人在陪我一起吃早餐呢。我觉得你讲话很奇怪。什么奇怪？然后你去文化大学看书。就是文化大学有很多我的歌迷、乐迷嘛，他们包围着我不放，一直找我签名，我就要找他们跟我一起走啦。真的吗？嗯，对啦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做那个这个跑步啊，运动。跑步。减肥。包括麻辣这样这样这样，对对对对。我跟你说。所以。我跟你说，我听说啊，最近有一个人常常约你去跑步。不是、啊，这个这里不能讲，因为我旁边太多人了。你就小声跟我讲，快点。谁啦？快点啦！沈龙啊！真的，因为他知道我要减肥，你知道？不是，不只是他啦。荣翔呢？对，荣翔那就没救了。那我是想说，最近几个人一起去运动，然后反正一起去吃麻辣，这样，你觉得我一个人搞得定那么多女人吗？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壮呢？我觉得你是虚胖。我不是虚胖，我一次可以搞定好几个女人，要不然六月和谢金燕为什么为我大打出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应该觉得我身体应该不错吧？我不知道啊。什么不知道？我跟你又不是很熟，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？好朋友，你竟然不知道我身体状况如何？我每一天都可以吃麻辣，你知道我啊？我跟你讲个笑话好了。前两天我吃麻辣，因为落晒，你知道？哇，结果那个吃的金菇全部都掉出来。不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搞定那么多女人，表示我的身体很硬朗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可是我没听说过啊。你觉得我身体好不好吗？看样子应该是还算不错吧。如果你说你每天都可以吃麻辣，可是我跟你讲，人家有形容词啊。如果人家身体好的话，应该怎么办？你应该说我什么？说我怎么样？很强壮啊。啊？身体很强壮啊。不是啦，哎，你是白目哦。我快要挂了，快点！你觉得我身体很好啦？怎么了？啊？生什么病了？啊，对了对了，我你忘了吗？就跟你讲，不要每天都吃麻辣。哦，可是我可以吃，我每天都吃，而且跟很多女人围绕，你不觉得我很厉害吗？啊，
人围绕。对啦，对，那你可以，你既然知道我跟很多女人围绕，所以你应该要称赞我一下。哎，干嘛？你现在在玩什么游戏呀？我没有，哦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从前几天到现在眼睛都没有合上过，你不觉得我身体很好吗？合上。我实在有点怕。合上，啊，算了。那不是很好的事情。啊，算了，我介绍两个朋友给你认识。啊，笑那么大，你是谁啊？勾音档。喂，晨晨大哥啊。对啊。哎，今天礼拜几啊？今天礼拜五啊。哎，你们好坏哦。景文，六月跟谢金燕为他打打出手。没看过啊。欸，但是我以前有去洗，有一次去洗头啊，就那个妹妹说，哎，顺子，你认识那个温金龙吗？我说认识啊。他说他上次问我电话，要不要给？乱讲，哪有这种事？不可能的事情，都是人家跟我要电话，我怎么可能跟人家要电话？他一定会做这种事。嗯，而且如果人家不给他电话，然后他会叫他小心一点。他会叫小心一点。我没有这样，绝对没有。你这个太过分，你这样污蔑我，威胁利用。你现在在录影呢，你这样太过分了。好，没办法成功啊！哎呀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嗯，好，七早八早我就打电话。哎，其实呢，说真的，这么早来玩这个游戏，他神志不清啊。哎，讲话有点恍惚啊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一般人都不会，可是也蛮好的，一般不会有人相信的。好，来，我们谢谢三位特来宾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跟进来的。台湾红不浪在哪？